只愿放飞了思念，昨日期许的永远，穿越烟火飞旋，通往的皓月，绚丽了你我初见。清晨到黄昏，拱手的誓言，一次次微笑祈愿。当时光的图鉴珍存了感言，收复着梦的碎片。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，陪伴中的神星就再没有了尽头。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，让回忆自如漂流。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，心像纵身跳如另一颗心的闪烁。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，爱就是最美时刻。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，爱就是最美时刻。你根本就没有放下。你这样装的不累吗？你每天强迫自己没日没夜的巡街，不就是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吗？你以为什么都不想它就没发生过吗？你这样麻痹自己，只能越来越忘不掉。我真的已经忘掉了。丫头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想要放下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去面对。我没事，谢谢王爷的担心。去辽国对你有好处，你好好想想。米铺那里怎么样？人已经抓到了，是个千面大盗，会做人皮面具。之前的案子都是他做的。带回来了？在牢里呢，一会儿去审他。怎么了？还有事？包大人，过几日宁王要去辽国送岁贡，我想一同前往。这个恐怕有些难办。近日开封府公事诸多，你又是得力之人，我还想你过几日去江南办个要案，所以此次辽国恐怕你就不能陪殿下去了。属下明白。夜间加班需小心。我知道了，那属下告退。啊，臣惶恐。包大人，方才莫言说他要去辽国，您为何不答应啊？臣刚才一说完就后悔了。这丫头已经不是之前的小丫头了，她简直就是个人精，肯定对我不让她去起了疑心了。是啊，那就让她随我走一遭啊。王爷，不是我不愿意，只是此时还不是他们俩相见的时候，我担心他若去了会心绪大乱。我知道现在那边一年多以来啊已经稳住了局势，也没有任何人起疑心，可咱总得好好考虑考虑那丫头啊。你也都看到了，她回来这么长时间一直魂不守舍，这再这么下去整个人就废了。心结难解，我也甚是为难。这样，莫言随我走，
我会写封信叫那边准备准备，该面对的总得面对，就这么定了。上车。找我何事啊？先喝壶茶。来。我不渴。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哎，别别别。你看啊，咱们这也快到雁西镇了，要不今晚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。晚上我还能带你去那小院看看。吴子楚，通知庞太师，今晚在雁西镇落脚。好的，王爷。四叔，盯着点庞太师。好。丫头。嗯。怎么了？不跟你说好了吗？去那个小院看看。嗯。哎呀，走走，来来。庞太师，那个咱们今天队伍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。你看这个牙帐都已经备好了，又快又方便的。您要不下来瞧一瞧？颠簸了一路，我这老腰都快散架了。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行，我们就在这附近随便转转。哎，六金，到底谁在等我们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跟我来。六哥，王爷，臭丫头，想没想我？想啊。刚刚王爷跟我说，说院子里有人等我，我就猜到是你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耶律菩萨奴当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游刃有余了。哎，老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可恩爱了，他跟白小姐两个人现在可幸福了。要不怎么说还是这老二厉害？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杀人和娶妻他一个都没落下。王爷，等我回去了，是不是得给我在京城找一个最好的女子？对对对，那是当然了，还要皇上指婚呢，要不然不是亏待了我六哥吗？行了，不闹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不然庞太师会起疑的。嗯，走吧。见过公主。见过国丈。见过公主。见过皇叔。咱俩就不用这么多规矩了。就你一个人来了，小七呢？丫头不在那边呢吗？耶律大人好。哎哎，公主。小七，啊，想死你了。
见到你们实在是太好了。公主，公主，是不是该？哦，国丈，快有请，里面喝茶。王爷，快去吧。哎，丫头，外面这些碎贡啊，你就不用管，待会儿我来盯着。你现在身体都没恢复，进去休息会儿啊。走。都说中原人多情，果然不假，连宁王对自己的姬妾都如此关怀备至。是啊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们瞎猜的。我的夫君姓展，我也不是他的姬妾，以后你们想清楚了再说话。哦，是是是，以后不会再弄错了，展夫人。你擅自让方夫人行动，又擅自围剿展昭等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么做差一点把我们推向了危险的境地。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你也知道，我这身边呢一直有个宋国的贱人，我这是在排除异己啊。那我算不算异己？您怎么能算是异己呢？您算家里人，算一条船上的人。可方夫人是我的人，不是被你给杀了吗？我的本意呢是让她送信的，那是个意外。哦，这副使大人是你的得力助手，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意外送给你呀？算了算了，我这回来找你不是想跟你翻旧账的，可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着实让我担心。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公主大婚在即，我们筹划了一年的计划，这一回绝对不能发生意外。你这么多年就从来不想家？看到小黄书，才发现我有多想。因为我一直知道，我不能有一丝的松懈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，自己也会被扰乱心智，这样做太危险了。不过说回来，我真的要谢谢你，一年以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尽心尽力地保护我。小黄叔这次来就是要送我出嫁的，我想把快乐的一面演好。公主，为了让在乎你的人放下心来，你辛苦了。是挺辛苦的，可是越是心意相通的两个人就越是不好骗。没想到你居然说了和我一样的话。是吗？你也是这样认为的？再精致的面具也只能遮盖相貌，却怎么也遮不住一个人的眼睛。一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眼睛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心事，有什么样的情绪，都会不由自主地从眼睛里冒出来，拦都拦不住。那你戴了这么多年面具是怎么过来的？强制没有感情，这样我的眼睛就不会出卖我。有用吗？有用。有分离，有多少挥别不得已，穿过人群把疼痛藏在眼底，留无尽的爱远远守护你。我不认命又怕丢了你，越
是逃避越想起，顷刻间都是我和你。我最深爱的你，再没有人像你。我看到了。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你根本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只是这么多年的贱人生活让你习惯性伪装，习惯性疏远，借此来保护自己。我走了。这样就会让你身边想亲近你的人受伤啊。你现在都已经有我们了呀，不需要再让自己伪装，是时候做回你自己了。刘哥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刚清点完碎供，现在就回去。振昭已经死了，你没必要再为他这么守下去。我本就是展夫人，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。你以为这样他就开心吗？他希望的是你每天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沉浸于过去无法自拔的你。刘哥，我以为你会懂我的，既然你不能理解我，也别跟我说什么大道理。展大哥，不要走，不要丢下我。我不走，你放心睡吧。我已经把莫言送回了大宋，而且他已经相信
你已经死了。你说你这么做是何必呢？那日我走进密林，毒发攻心，若不是苏兄找到了我，逼出了我体内的毒，我就已经死了。他的武功也不会全部尽失，我欠他一条命。况且耶律菩萨奴这个身份不能丢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我们的大宋还在苦难中，这个身份当然由我来接替。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，陪伴中的深情就再没有了尽头。时空的樱花又牵起的温柔，让回忆自如漂流。这个世界总会有为你而羁绊的我，心像纵身跳入另一颗心的闪烁，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，爱就是最美时刻，感动还是惊叹散落在身后，爱就是最美时刻。好像六哥来过，又好像展大哥来过。展大哥，你喝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一路过来都很小心，没有人跟着。我们不能过多接触，会暴露我的身份。我打听过了，你就住在这儿。你放心吧，我跟他们说了是碎宫清点出了问题。胡闹！快回去。你把面具摘了，我看一眼我就走。我不能随意摘面具，你知道的。这样会暴露我的身份。你骗我！你为什么不敢摘面具？我现在就可以摘下面具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你做好接受展昭已死，我是你六哥的现实了吗？你用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不具象，装作自己没事，你还希望他回来，你压根就没相信他死了，对不对？小七，是时候面对现实了。
把所有人都杀了，不留活口。程建，一名女子，她拿了那女子的剑，然后就打不过了。女子，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属下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认得那剑，是展昭的巨阙剑。巨阙剑，你确定没有看错？属下不会认错的。
一个辽人居然会用巨阙剑。此人剑法如何？很是熟练。难道是展昭？太师，展昭不是一年前死在辽国了吗？你见过他的尸体吗？你先下去吧，啊，让你的手下人养好伤，后面还有好戏呢。是。好一把巨阙剑。小倩，你刚醒，吃点清淡的。等到了晚上，我再让厨房做你爱吃的。好。小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？没有，可能是又回到了这里吧。哦，的确啊，我们分别也有些时日了，这次让你担心了。展大哥，你为什么不回去找我呀？苏兄为了救我武功尽废，我必须继续留在这里，成为耶律菩萨奴，一直到查到赃款为止。小七，你就别生我的气了。我原想过，若是你还活着，我便再也不理你了。可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便提不起气来。小七，等我们把庞太师扳倒后，我陪你回蜀中如何？嗯，到时候我带你去吃鲈鱼。快吃。哎呀，怎么了，丫头？我昨晚又梦到展大哥了。小七，一定是你太过于思念展大人，以至于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哎，也许是吧。我现在看谁都像展大哥，特别是耶律菩萨奴，怎么看怎么像。看来你真的是相思成疾了，都开始胡思乱想了。耶律菩萨奴怎么会像展昭呢？他分明是你六哥哥苏醉啊。哦，对啊，丫头，其实有的时候吧。有的时候其实直觉还是很奇妙的，可能你昨晚他还送我回了大统馆。哥哥关心妹妹很正常。哎，对，很正常吧，正常。今天早上遇到伏击的时候，他用了巨阙剑。他是汉人，学过剑术，也很正常。对，也很正常，学过，正常。把人击退之后，他摘了面具亲了我一口。哎呀，正常，这种事很正。这也很正常。你都知道了。嗯。啊！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演了。真是太难了，辛苦你了。最辛苦的还是你六哥哥和展大哥。丫头，你看你还真……你也来一个。你真是的，刚刚还跟我们演。来人，快去换苏大哥来。是。
公主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六哥，来了，坐下吃饭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出门太仓促了，忘戴面具了，我去戴一下。行了，苏老六，别演了，都知道。我都知道了。哎呀，赶紧坐下来吃饭吧。你都知道了。嗯，哥，全知道了。你笑什么笑？死六斤，要不是我亲自来了辽国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来辽国不是我的功劳吗？那你知道我日日睡不着觉，一闭上眼就是展大哥。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到时候见到展大哥会鲁莽行事，但是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现在不会鲁莽行事了。不是因为你，更不是因为你鲁莽。那你们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你知道了，那你就会担心他，他也会怕你担心而畏手畏脚，你更不会相信他是耶律菩萨奴，做贱人，半点迟疑都不能有，更不能分心。我知道了。况且，庞太师已经对他下手了。今天早上有一行黑衣人袭击了展大哥，难道是庞太师的人？那他身份暴露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紧急之下，他用了巨阙剑法。以庞太师的心性，发现他的身份迟早的事儿，我们必须要赶在他行动之前出手才行。那看来，只能放手一搏了。对，这件事儿只能王爷来办。最重要的一点，雪琪，嗯，你不能再私下跟他见面了。记住了吗？嗯。洪基殿下，王爷突然到访，我都没有来得及准备你爱吃的点心。完全不必，将来咱们可是一家人，没那么多规矩啊。是啊，按规矩来说，我还得喊您一声皇叔呢。请请请请请，请。王爷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？难道是为了大婚事宜吗？殿下，此番我有要事要与你相谈。啊！今日呢，我手下的副使啊，跟大人手底下的人发生了一些摩擦，好在啊，没出什么大事儿。大王呀，是我的手下太过鲁莽，第一次到贵国，新鲜，再加上年轻冲动，所以忍不住冲动动了手，对不住了。哎呀，可别这么说呀，您太客气了，毕竟是一家人啊，以后有任何事情随时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妥善解决。哎呀，这种事情让这帮孩子去处理就行了，何须您这个南院大王亲自操心呢？来，我敬您。哎呀，庞太师，您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。您看啊，这有些事儿啊，在你们宋国是可以干的，但是在这儿是干不了的。我想说的是，既然咱们是合作，既然是一家人，就应该同仇敌忾。您说总不能把刀尖儿对着自家的兄弟吧？这样，咱们干了这一杯，让这点小摩擦就过去吧。毕竟啊，要动用私兵，得需要你我二人的虎符兵力才可以啊，你说呢？方夫人这事怎么能怪大王您呢？是他自己办事不利。
所以说，咱们选择用人的时候，一定要筛选的仔仔细细，否则的话，一无所能是小，表里不一是大。嗯，还是太师心细啊。不过，太师放心啊，早在一年前啊，我已经把这个贱人给挑了。是吗？可是我怎么听说我的手下在跟副使大人对招的时候，我真没想到副使大人对我们大宋的剑术倒是很精通啊。啊，哎呀，这个耶律菩萨奴呢，您可能不太了解啊，他是我的左右手，有好多这个钱财的交易往来，还有跟吐蕃人的火药交易，都是交给他去办的。那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些，是不是想把钱再带回宋国去啊？大王，您这话说的，您觉得我会吗？我这个人啊，有个毛病，心里面有疙瘩呀，就很难再行动了。所以大王啊，您就照顾照顾我，让他出来让我见见呗。看看又不打紧。那您想怎么看？吃顿饭而已。千里路再远，咫尺。